谢谢我们二林福伦社哈，从去年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养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社友哈非常的用心哈，阿姨你我在推动路灯认养的主旨哈，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们公民教育、公民参与，还有我们爱物惜物的那个一个精神哈。因为这个地方建设哈，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，而且去关心，而且怎么样要去关惜福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像路灯一样哈，我们二林镇有七八千盏，那我们认养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将近2400盏啊，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乡镇。那其实我们除了预算可以做另外的考量的用途以外，我们重点是希望二林镇的镇民啊，除了路灯啊这样照亮别人、关心自己以外，也让镇政的建设啊能够有参与感啊，能够有这样公民教育的一个意义在。那福伦社啊，对我们地方建设的一个部分很用心，我们也希望各个社团都能像他们一样这样的一个业主。天总，因为公所有推动认养路灯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会响应镇长的这个认养路灯照亮回家的路，那就像是给大家点一道光明灯。对啊，让所有用路人跟所有二林人可以享用到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。那我们福伦社从上一届我们就赠送了30盏，日两个30盏。那我们今年继续持续这个政策，那支持镇长这个政策，那也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，希望更多人来做这件事情。